概不知道，没什么关系。真的不知道？没有，我猜的。你说我一个字而已、啊。一个字啊。对啊。可是没什么关联的、啊。哦。你不觉得吗？没什么关联、啊。对啊。就像骗你。对啊。哦。然后有什么？不能让我们讨论太久，是。嗨，欧巴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明星村长姚元浩，我是阿亮卜学亮，我是 Maska， 我是郭宏志。我们现在可以告诉对方几个字吗？不行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两个，两个，一个，两个，两个，一个字。哦，那我大概知道两个字，两个字。你怎么知道？没有，我猜的。你说我一个字而已、啊。一个字啊。对啊。可是没什么关联的、啊。哦。你不觉得吗？没什么关联的、啊。对啊。就像骗你。对啊。哦。然后有什么想法？不能让我们讨论太久，是吧？对啊。等下一题的话是可以宣传十秒，那如果答对五题的话，就五十秒可以宣传。那从浩哥开始。三。世界上近三分之二的一氧化二碳排放来自何者？二氧化碳我知道，二氧化碳我知道是畜牧业啦，养牛的。对啊。可是一氧化二氮我就不太知道，二氧化二氮是工业还是？工业应该会更毒一点，我觉得。二氮，跟我们的题目相关吗？不是，我们现在想办法讲我们哎，讲我们跟我们有关的东西啊。对，我知道啊，那我们就不用管你了。那你要想办法救我们，不要这样傻傻的，不要傻傻的。对啊，你不要这样傻。不要，感觉要好一点啊。在答这个答案的时候，你感觉要有感觉，有心。那现在就放松了，放松了。知道吗，哥？财宝。啊，所以答案。啊，这答案是什么？答案是，我觉得这个一定不是啦。对。这个不是啦。这个不是。是。来讨论一个。删除法。我觉得要么它，要么它。哦。我觉得。农业。这个应该是二氧化碳，因为可能柴油在燃烧的时候排放嘛，所以三句我觉得一定在三句农业了，农业是这两个，农业吗？对，答对，耶！获得十秒宣传，那下一位，我大概都已经知道了，对不对？轻松答了嘛，你感觉很好哎，我真的，对哦，我这个做哥哥不是做假的啊，不是做假的，开玩笑啊，来 ，SDC 是什么？A 台湾永续发展目标 ，B 联合国永续经营目标，台湾永续近邻目标，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。第一啦。第一哈，我们刚制作人有讲嘛？对，他好像是讲这个嘛。SDG 嘛，对，国际的，国际的联合国际的，我们应该都是猜第一啦。第一的，我们都应该猜第一。对对对对对。所以你不要换别的东西了嘛？你不要换了，不要换别的。我觉得D 的感觉不错。哦 ，OK， 那我们就决定是 D 了。OK，D 没错，没错，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。来，再加十分，所以现在有二十秒的宣传哦。哇！好，再来下一题。永续发展。没有啦，念这个就好了。我们不用念上面这个，确实不用念上面这个。OK， 我感觉到了。OK， 对对，你不要让大家笑啊。气候变迁的减缓策略 ：A. 增高海岸线地方 ；B. 开发丰富的化石燃料资源 ；C. 迁居到地势较高的地区 ；D. 多搭乘公共交通。对啊，减少碳排放嘛，应该是这个意思嘛。最直接，我直接答了啦。我们就决定喽，好不好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我们决定吧。D， 答对，全部答对算了啦，对不对？让人可以方便、经济、实惠的使用金融服务，这有助于达成哪一项有序的目标？破解、减震、减缓。减缓对，减缓哪一个风险？然后 A 是消费消除。消除贸什么？就消除贫穷。少子化，城乡差距扩大，然后超高龄化。对，就像 LifePep 啊这种的，好像就是。这个我没有把握，这个我没有意见。觉得他跟他一定是没有的嘛。然后我觉得这两个应该是西啦，这个不可能啊。对啊。西啦，考试不会写，就猜西比较多。感觉有了吗？有，感觉有了。那哥你回答哥。让哥来回答。让哥来回答。OK， 就是西。城乡差距距离。答对，没错。Yes， 太厉害了，一百分了。最后一题，最后一题。世界地球末日是哪一天？不知道。世界地球日是哪一天？地球日。对。
这我还真知道哎。来，我女儿告诉我，感觉来了，感觉就说4月22日。哦，答对了。我女儿告诉我。那现在的话，可以猜一下自己的关键词，从画的开始。太容易了，我就是歌吧，一个字歌。对，没错。我就是感觉，我应该是我们吧。哎呦，不要！我起来很像一个片名，叫什么？哥，我们不要感觉，对不对？大家好，我们是哥，我们不要感觉。是你的歌吗？那当然不是啊。那就四位平均讲一下宣传，就宣传一下节目吧。可以有50秒的机会，是不是？对，50秒的机会，计时开始。好 ，Hello， 我们是明星村长的村长们，我是姚元浩，我是卜学亮，我是马斯克，我是郭宏志。记得哦，这个礼拜六的晚上8点，台视主频，我的明星村长一定要看，因为里面有太多你看不到好看的剧情都在里面。是要拜托所有欧巴的观众朋友，所有欧巴的这些粉丝们啊，4月27号起，就是你刚刚讲的时间，是一定要打开电视机，是台视主频，台视主频，台视主频。而且这次我们都是玩真的，没有玩假的，都是真干、真干、实干，真的苦干，让你看到所有看不到的我们最真心情都在里面。还有何浩辰哦，对，他的何浩辰啊，如果。你刚好呢，也是住在那个邻里的话，你看完我们这一集啊，保证让你感动，保证让你想回家。对，想知道我们跟村民之间有什么有趣的互动吗？请锁定我的明星村长。哦，谢谢刚刚好。大家好，我们是我的明星村长。订阅、按赞、打开小铃铛，我们在欧霸频道见面吧。